顶楼的是明星集团的孙子，身为大财团的第三代继承人。新闻都爆了，门口现在都是记者嘛，我可能暂时不能回去顶楼了。请说句话吧。请问两位平常的日常互动多吗？安端泰，你以为我会这样坐以待毙吗？什么才是真正的痛苦？就让你好好的感受感受吧。M 兔亲自方超能咖啡，美女孔心，精彩最终回。